哎，我出50万，你100万，医药费、手术费都算我的。胡说！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烦死了！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心里有种莫名的舒畅。一、二、三，这么清晰，1:1。他刚刚给吴主任道什么歉呢？我那吴主任干什么吃的？干什么吃的？别害怕，我有点害怕，要不你也打我一下。啊！我觉得我们让你去，快点把我推进去。